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聪贝，谢谢你。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何以美呢？原本不是都一起当值日生吗？哦，一美她就先去上厕所啦。我想说这个没有很重，我就先自己拿了。哎，我帮你拿一些啦，全部都给你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不用了，不用，反正你刚刚不是说这也没多重吗？走吧。谢谢你。这边就是我的学校，想想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马上就快要毕业了，不知道觉得是该开心还是该难过。 一方面觉得自己又朝未来前进了一大步，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脱离这个学生身份有点忐忑。我帮你拿去面早餐给你吃。没有啊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啊，快要上课，我就先进教室，晚点来跟你们聊，拜拜。 你不要管我们两个，你就继续甜蜜你自己的吧。馒头，你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就有人送情书给我的飞燕啦！啊？何止叫飞燕，他也送了一封情书给我的玩具。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说，有人送情书给贾飞燕跟高婉君的男生是同一个人？嗯，不可能吧？这样太夸张了。还没有交往就想要先劈腿，还是说他想要乱枪打鸟？大哥，嗯，我和馒头一直难过都忘记这一点，这男的也太渣了吧！居然想欺骗婉君的感情，完了。 我要找算账。哎，我要跟你，现在抢我飞燕，找这个。哎，你们两个可不可以醒醒啊？啊，可以让我问几个问题吗？请问这个消息从哪里来的？就我们回宿舍经过交易厅的时候，就听到一堆女生在八卦啊。嗯，所以嘛，你们都还没搞清楚状况啊。看到黑影就开枪，那你知道对方是谁吗？知道。 那你可以让我这个旁观者给一点建议吗？嗯，这个就叫做谣言。你们两个有没有听过谣言止于智者？啊，就算有人想要追高婉君跟贾飞燕，他们两个也不会随随便便被一个不认识的男生给追走，好吗？辉哥，你怎么都没有把握？我有发现高婉君最近对你的转变，他开始慢慢会注意你跟在乎你。 嗯，大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所以说我的恋情是有机会萌芽的，是不是？可能吧。Yes！ 哎，那贾飞燕嘞？他怎么这样？至于贾飞燕，他对你的心意是什么，我可能不太知道。但你放心。 贾飞燕一旦有喜欢的男生，他就会立马昭告天下，让全世界的人知道。还有，全世界只有你会喜欢贾飞燕。对哈、哦。耶！哎，要吃。我喜欢。我们一起吃。我怎么跟这两个人当室友当了2年？啊，不对，是3年。 见日海阔天空，整个心情都好了起来啦。原来收到情书的不是你们哦，还好还好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昨天我有多担心他们两个，我在想了办法，所有的危险物品都收起来了。郑明威，你也讲得太夸张了吧？真的啦。不过虽然主角不是我和婉君啦，但是情书这件事情是真的。嗯。所以真的有人收到情书哦？嗯。 我跟婉君就是现场目击证人。
真的有个男生在大庭广众之下递情书给他喜欢的女生，哇，超级勇敢的，就是要这样啊，喜欢一个人就是要大声说出来，让他知道啊。哎，所以这次情书的主角到底是谁啊？你们一定猜不到。你不要无聊，到底是谁？赶快讲好不好？情书的主人就是佳佳。佳佳，佳佳收到情书啊？麦克强，佳收到情书，你有必要这么惊讶吗？对啊，佳佳这么温柔，手艺又好，有男生喜欢她一点都不奇怪吧？嗯，我会惊讶，不是因为看不起她的魅力啊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哎呀，你们就不要再那么大惊小怪了啦，你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她。阿麦她每次反应都很夸张，像神经病。佳佳，谢了，我那么夸张？对啊，神经病才是我们阿麦的特色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还是很好奇，那个当众勇敢给情书男生，他到底长怎样？嗯，我还是觉得要佳佳顺眼才比较重要。嗯，但是那男生看起来好像比我们小，哎，应该是学弟吧？学弟，是学弟啊，小鲜肉，姐弟恋，好浪漫哦。什么反应啊？一脸不可置信，假如有人喜欢的样子。不要说麦克强会惊讶，连我自己都不太敢相信，怎么会有人喜欢？佳佳，你怎么又在妄自菲薄了呢？我们之前帮你建立的自信心跑到哪里去了？你脾气这么好，做的菜又好吃，如果我是男生的话，我也会喜欢你的。对啊，我也是，只要想到每天都有好吃的美食，我就会天天开心哎。你那个是喜欢吃，不是喜欢佳佳吧？不是都一样吗？只要是幸福，那就是爱啊！佳佳，我爱你。对了，你打算怎么回应对方？他约我放学后见面，希望我给他一个答案。那你的答案是？我不会答应的。哈，连当普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哦。嗯。就先认识看看嘛，反正你也没有男朋友啊，还是你有喜欢的对象？既然没有对象，那就试试看嘛，也可以让麦克强知道，叫他少瞧不起人。重点不是麦克强，重点是那个人很有眼光，而且又有勇气，值得嘉奖。我再想想吧。等一下，上什么课？我们班是英文课。毛雨明，你看，你干部这人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太轻描淡写。轻描淡写？嗯。吴雪连任三学年六学期的班长，没有错啊。是没有错啦，那是字面上没有错，但我觉得你可以再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，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丰功伟业，你可以把它加进去。例如之前我们不是有帮班上清寒的同学募款吗？这些你也可以写进去。还有拔河比赛我没有得奖，也可以写进去啊。可是这又不全是我的功劳，那是同学们一起团结用心的结果啊。是没错，那是班上团结的结果，但是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面对每一件事情都一定会有一个领导者跟号召者，我觉得你就是那个领导者，你当之无愧。所以你不需要觉得脸皮很厚把它写上去啊。你啊，当了三年的班长，面对班上的事从来不推脱，为了班上的事奔波劳累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大家都会希望你推荐上理想的学校的。嗯，好吧，那我听你的意见，把它写得更丰富生动一点。嗯，把它加上去吧。哎，玲玲，
社团，你这边是漏洗了几个演出的经验啊？什么？有啊，我们上次话剧社。对哈。还有这里，你未来的期望啊，应该要把它写成一行，不应该分成三行。你这么认真帮我准备推甄资料，那你自己呢？有把握吗？你放心，我的学测有你在盯，应该没问题。另外，我上次拳击比赛成绩也不错啊，我想我应该可以推荐到不错的学校吧。而且我目前有在收集一些关于体保生的资料，到时候你再帮我一起看吧。可是我这部分还不是很了解，我怕帮不上你的忙。没关系啊，你只要在我身边，那就是帮我最大的忙。正经点啊，这是图书馆。哎，你这两个字是错的。你的教稿人员是不太给力啊。没办法啊，心杰最近事情行程比较多嘛，他肯愿意花心思帮我教稿，我就很感激他了。讲到周心杰，周心杰最近好像很少来学校，好像乐于拍广告跟拍戏，我觉得不太好。每个人的志向又不同，谁说得清楚怎样才是最好的？我看他也忙得很开心啊。或许对他来说，工作带给他的成就比学业成绩更让他快乐吧。那他有跟你分享一些工作上的辛苦吗？或者是不开心吗？他没说哎，而且我们最近时间比较难凑在一起，他的工作生态我不是很了解，就聊聊班上的事啊。但最近大家都在准备升学，也没什么事发生。那他有跟你聊到陈龙飞的事吗？很少哎，几乎没有。怎么可能？还是他交朋友？他有新男朋友了？我不知道哎。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不是他最好的朋友吗？不然这样好了，玲玲。你找个时间，你负责约周心杰出来，我们来看看他最近过得怎么样。干嘛为了心杰特地约大家出来啊？因为你是他的好朋友啊，我们就关心一下周心杰嘛。我有我关心他的方式，你不用担心。还是最近因为心杰工作越来越多，变得会打扮也越来越漂亮，所以喜欢他的男生也变多了。啊？你们男生真的很奇怪，看到漂亮的女生就有兴趣。猪哥，猪哥，请问一下，你现在是在吃醋吗？哪有啊，明明就有很重的醋味。你管我吃醋还是喝酱油？你想要找正妹女生，这里没有啊，去旁边啊。你知道吗？我唯一坐在这个地方，心中唯一的正妹就是你，毛玲玲。你呀，就是我的女神玲玲、正妹玲玲、公主玲玲、女朋友玲玲、玲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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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真的是越来越会了。所以你在吃醋？这很重要吗？当然很重要啊！如果你吃醋的话，就代表你在乎我。你在乎我，我心里就会甜甜。真的很烦哎，我心里明明酸得要命，你居然说你心里甜甜的。所以你承认你吃醋了吼？小玫瑰，吃醋，闭嘴。再吃醋点，吃醋，这是图书馆。闭嘴，爱吃醋，吃醋哦，爱吃醋。给你，谢谢。不会。你最近那个游泳练得怎么样？还不错哦。
考完试之后可以比较专心在练习。不错哎，那你之后是不是要念那个体院啊？还是要先看独招的成绩吧。到资源回收有一点重，你可以陪我一起去吗？马上去吧，锅里我来擦就好了。好啊。其实资源回收一点也不重。这只是我想要找你单独相处的借口。单独相处，所以你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吗？那你想要说什么呢？我希望你可以跟戴明熙保持距离。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扫这一块瓷砖，你就挑这一块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很吵哎！我后面都已经脱干了，你还没扫完。这叫做仔细谨慎，就跟断考道理是一样，要来回验算嘛。哦，我平常考试就都用猜的，为什么要来回验算？对，我都用猜的，那干嘛来回验算？好，当作没有聊过这话题。那什么东西啊？你好，跟你讲，你继续拖地，我去扫地，快上课了，好不好？不是，等一下。刚刚是你在拖，你还叫我快？你说我拖，好，我在等你。我在扫，你在拖。对啊，不是哦，你赶快往前啊，拜托一下了。好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佳佳说他今天放学过后就会给对方一个答案，我真的好希望佳佳给对方一个机会哦。就是先跟他交往看看嘛。小贝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谁跟谁交往看看？佳佳还有那个送情书的主人啊，佳佳，佳佳哎，嗯，干嘛啦？阿麦，大家想在干嘛？哎，阿麦，你那边还没扫完呢。麦克强扫地扫到一半就跑了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负责任了？对啊，他什么时候负责任呢？为什么？米奇是我很好的朋友，为什么我要刻意跟他保持距离？我也不想要往坏处想，但最近发生太多事情，我总觉得戴米奇的反应很冷静。那种冷静就像是回到之前，他想要破坏我们两个的感情。他的冷静让我觉得很可怕。欣姐，我觉得你想太多了。我并不觉得米奇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啊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只是好心提醒你。而且我们两个分手对他来说，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三。